他的死不是因为三太觉得被背叛，而是你别嫌我啰嗦啦，兄弟正经爱小改一下，别卡袂着就要行起来啦。假太太白目，查甫人吼，千万唔通剩一支嘴啦。不行，还没化妆，不行，不行，您不能破坏王灿，不行。青花与三太像极了爱情。这个皮鞋可能快报销，皮鞋当做布鞋用，每天这边爬，好，跌倒。出外勤晒太阳，去掉半条命。给你一个人脸。我敬你最后一杯。来看看灿哥怎么说。这场戏好难表达。就是一种山雨欲，然后三太他觉得那个万金钞什么东西都快没了，研发最辛苦。那你就一样就好了，跟刚也一样。现在三太啊，远方。在某一个海洋中心，今天要拍的戏就是。白神姐帮我人工呼吸。打电话给柯医师。过来啊！不要乱 Q 啦！天哥超过四十岁了，我不要让他摸。是人人实现吗？人体化。想看人工呼吸吗？拍摄没有哦。周公哦。好，我们就在这边哦。不然你还想去哪？可以去下去拍哦。我现在在拍照，我要上美国杂志。没有吗？录影。录影哦。那可以上 NCC 吗？天发的暴雨已经结束了。在此呼吁各位，说话要三思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科情城市关心您。